在今集影片入面，有人歪嘴 set 相机，有人被人喂了十一声，有人跟最爱的人说我爱你，阿明我爱你，玩什么 L 车。嗯，好啊，闩好门啦、啊。喂，嗯，报名参加呢个新手改进课程系咪？系，你叫咩名啦 ？Pose 零零，有人姓 Pose 嘅咩？有，写俾你睇。Pose 零零啦。真系活到老学到老喎！啊 ，OK， 好，冇问题。咁啊，啊，安全带，出发啦 ！OK， 好，唔好问我。啊，系咪右边刹车啊？左边，左边。啊，好，好。咁啊，后波吐出去，向后啊嘛？系向后，向后。我咩啊？黐线啊！教车啫，卖命扑街嚟，自己揸你。今集系新手上路计划，为帮呢位 Pose 零零摆脱新手，我特别设计咗个任务，就由九龙湾一路揸车过海去揾阿飞探班。所以咧，我特登问咗 Honda 借咗一部最新出嘅 Honda Jazz Hybrid。新手嘛，梗系要揸部最出名嘅新手车啦。我真系唔系怕整花自己架车冇仇报噶。你想唔想问下，如果架车撞到会发生咩事？啊，呢张维修单就俾翻你位人就得啦。俾啦，好啦，系阿考生啊，咁你可以准备噶啦。咁你先 set 咗自己嘅位先。我想较高啫，边个较高啫？较高在最旁边应该有个手把是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落车了，看来嗯。通常有两个手把的，有些就这 Jazz 这一部车它觉得平埋的，这个就是那个 seat pan， 你想后一点 ?OK。那这一个咯，那这个就拉你自己 拉高它。是啦。油压式真的要坐到这么高咩？你的人很拉高的了。习惯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咧第二样嘢咧，你将只手放上个踏盘上边，最放到最顶呢个位置。通常咧，我哋希望咧个手腕位咧系可以咁样跌啦，啱啦啊！咁而家呢度呢个位置就系对你嚟讲最 perfect 啦，因为尽可能就只手有少少屈曲到少少嘅咁样。咁啊，你知唔知喺呢个位置系应该点 set 啦？你讲咩？咩叫呢、這个？即如果呢个位置你唔啱，你发现咦？入咗入咗去，除咗褪紧凳之外，仲有办法噶嘛？褪个踏盘。系啦。喺应该喺你个左手边啊，呢度系啊，你可以拍佢落去，咁你就可以高低同上啦。有啲车就可以去得到前后，但系高低就应该都得嘅。呢、这个前后啊，我呢个得前后啫，冇高低啊。系咯，有啊，非常之都有啊。哦，有，系咯，嗯 ，OK， 好 ，lock 翻啦嘛，等下揸揸下，你停止佢 ，dash 啊，系啊，系啦。咁之后咧，我哋你个镜 O 唔 OK 啊？可以教下嘅镜咧，就一般嘅情况就系你见到自己嘅车身，个车身就占你嗰、那个块镜啦，大概系四分一到五分一度、那個。哦，呢、這个系自拍镜啊，系呢个系镜。太高科技啦。sorry， 我唔记得开前面嗰只嘢 ，sorry。咩啫？磨咩啫？未见过拆咗咩？好啦，考生可以起步啦。之后就转左，再转右。好。
捐捐捐扣分啊！打油灯系啦，咁啊，但系你呢个咧就仲未入嘅，不过我知啊，唔系呢个仲未入，我知啊，你知乜嘢？我知，我知，因为踩刹车，因为入 N 嘅时候你要踩住刹车先入得噶嘛。系啊，啱 OK。我 OK 啊，系咯 N 咯，而家做咩入 N 啊？啊，你入 N 做乜嘢？然之后 check 嘅，嗯，再 check， 嗯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啦，我哋前边杨伟嚟嘅，我系都话好型嘅，对唔住，系啦，有好多车嘅，慢慢嚟，系啦，可以咧挨左少少，系啦，你未去到突个车头出嚟嘅，挨咗滴滴系啦，停喺度啦，挨啦，冇错啦，啊。去啦去啦去啦，你都出咗嚟啦，转右转右，系好大压力，明唔明白？冇问题冇问题，我哋俾信心你 ，OK 嘅，系啦，挨咗一条线，挨咗，系啦，呢度上呢度上呢度上，系啦呢度上呢度上，冇错啦，系啦，跟住而家呢度系啦，上位就啱啦，嗯，系冇谂过喺香港。揸第一次车就过对面海咧，系的确系。啊，我哋 cut 一条线，我哋入中间，系啦。啊，快啲出啦！咁然后就过埋条双白位，就再出去一条线。呢个任务好轻松嘅啫，放心啦。好集中紧，好啱噶，啱噶。好事嚟噶，集中系就我帮佢讲啦吓，咁啊，佢系未试过揸油太车除咗 L N T， 一嚟就串啦串啦，系啦，我唯一嘅油太车就系喺赛道上边嘅咯，系 lock up 嘅咯，咁即系咧细个咧考完牌好想揸车，嗯，系咧，第一次揸起嚟咧。就话你做咗啲乜嘢啊？之后咧，第一次揸嘢咧，个感觉好奇怪。嗯，即系咪喺香港啦嘛？系喺香港，喺外国都系嘅，其实，但喺香港特别啲啦。从来都冇谂过喺香港买车咯。嗯，有冇发现咧？你系黐住你嗰边嘅？系啊，系啊。咁啊，新手学问一，你而家继续望住前边，继续望住前边。咁但你咧眼尾咧系睄到你左边嗰条虚线噶嘛？系。咁你眼尾睄到条虚线咧，呢条虚线应该喺你个眼尾里边啦，应该系穿过咗我个人嘅。咁咧就代表住你喺呢条 link 嘅中间。哦，呢、這个系小锦囊啊！你而家正咗啦，系啦，挨翻去我呢边啊，终于都。你而家揸紧嘅呢架车同 Max Verstappen 拥有同一个心脏，唔系，哇，真系同一个引擎，我 hybrid 喎。系啦，冇错啦，不过呢个 Inline Four 嚟啊。咁快又遇到车龙啦，其实你系要有噶啦。哦，睇翻啲你嗰边好唔好啊？喂，睇翻啲你嗰边好唔好？傻。咁我哋咧要 cut 入去，咁你又早啲打灯啦。我喂，有冇人俾我入啊？诶、欸，见到前面嗰部七人车啊，系啊，你跟阿的士都想入去噶，咁你跟佢啦。诶、欸，食佢 Audi 啦，反正都系我哋失灵嘅失车。啊，俾少少油，俾少少油。系啊，因为你阻住咗后面嗰部嘢，系啊。由于塞车嘅关系，喺呢刻咧，我就决定打一个电话。我到附近再揾你啊，因为我都唔知道停喺边度好啊吓。你有啲咩同啱啱上路嘅玲玲讲啊？哦，唔好吵啊！喂喂喂喂，啱噶啦，啱噶啦，好啦，晏啲见，拜拜。好喺个 model 睇你个样好搞笑，点解咧？好全神贯注。其实咧，我呢、這个计划咧，系讲到话呢个新手育成计划啊嘛。其实咧就可以 relax 少少嘅。咁啊，一般嘅车咧就除非个太斜歪咗啦，就算你唔捉实堂太咧，佢都唔会左右偏得好紧要，所以可以轻轻掂住佢。同埋特别咧，而家嘅新车咧，其实佢系电太嚟啊嘛，好轻好轻嘅，系啦，两只手指都转得到佢噶啦，已经系。
所以可以。我唔敢试，但系稍微放松下嘅啊。同埋咧，我谂你应该学牌嘅时候应该都有留意过啊。呢个就同康琪有观新手观众讲句啦。咁我哋咧就试先，尽量望远啲嘅。咁啊，然后就收埋，咁就扭右少少，系啦 ，cut 线教学而家系。咁啊，扭右你又望翻前边，你等佢慢咗少少，你又 high 埋佢噶啦噃。攞咗个车头话俾人知，我而家要入嚟，同你平时入去某啲地方攞个头一样。喂，唔出得过呢段咩啊？有时得人多一齐，你要攞个膊头咁笑佢啊嘛？你以为咩头啊 ？OK， 人生成就解锁，第一次过隧道，过海底隧道。其实咧，隧道咧对外国嚟讲都。好少有啊，系好少有的。外国系桥多咯，香港过桥就少啲咯。系啦，咁 OK， 得噶啦，行得，行得，好嘢！我哋进入海底隧道啦，好想唱 Under the Sea，Under the Sea。好多新手都会有呢个问题嘅，就系挨得挨自己嗰边，因为惊对面撞。系啦，个感觉问题嘅。系啦，真系嘅，你信我啊！用呢招，你感觉上呢个眼尾睄呢一条中间呢条双白线系穿过紧我嘅人嘅，系啦，咁你就好中间行噶啦，都已经。咁啊，揸咗十分钟，讲下架车嘅感受。其实真系比唐泰系真系轻好多，比我之前揸过车。咁我之前揸过嗰啲老爷车啦。系，而家新嘅车都系咁样样。我又偏咗过去啦，系。嗯 ，OK， 好，我见到嘅。好。唔揸唔觉得条隧道长，咁你都毕竟要过咗海啊，大佬。系望落去个海冇咁灰。我哋暂时平安嚟到对面海啦，吓、啊、唔平安我哋嚟唔到。你除咗对呢一个 Lancer 有兴趣之外 ，Honda 你会谂起咩车 ？NSX。哇，嗯，我哋可以下次我班一个 NSX。香港有，屌！香港好多靓车嘅，真真。我突然间明白咧，有 XRX 嘅遭遇咧，其实都几攰嘅，即系揸机啊，揸住系。我哋好近啦，目距离目的地好接近啦，系咩？系啦。好。诶，怕唔怕？去翻你嗰边多少少，惊惊惊，咁样刮落去，前 fender 啦，头门啦，尾门啦，后 fender 啦，紧要嘅 ，F3 打成鬼点，停得啦，前多少少啊，咦 ，OK 啊，其实你停得挺好噶噃。這個、其实玩 F1 先翻嚟咧，变咗个 break 翻嚟。系咯，其实你已经冇好多新手嘅问题。我学车，不过就好远咯。系啦，你可以咧前多少少。其实咧，基本上咧，有啲人话咩对车行冇谂咁多啦。你睇唔到前面嗰个嘅后碌，个呢个距呢个距离就啱嘅。就玩咗嗰边考试嗰啲准则咧，白线停车白线一定要睇到。白线停，即系红灯条白线咧。哦，唔系，因为你跟车嘛，因为如果唔系就好柒下噶啦。我头先都俾两架巴士插咗，我插咗入嚟嘅。即系每一架车嗰、那个睇位方法都唔一样嘅。不过头先我讲嘅，譬如话例如话令自己喺中间呢一样嘢就，又或者系而家前同前面嘅距离，呢、這个就大概一个标准。嗯，咁可以俾，如果你系新手嘅朋友，同佢一样嘅话咧，就攞嚟做一个参考啦。咁我成功考完牌嘅，新手咪成日考完牌咪调翻做新手咯，做咩事啊？然后就去到最尾就转右，呢度转右，去到最尾，即系呢条路可以行到去最尾嘅地方，你过大架拖车，过拖锁嚟啦，怪真系好怪手势，呢度转右啊，系啦，呢度转右。见到条白线先停好远噶喎，系啊，但系嗰边准则就系你停见到白线五分噶啦，即系你考未落见唔到条白线就停得太近嘅话，因为佢话佢考试系所有 unsafe 嘅嘢都会扣你分。我第一次考试，人扣60几分，
其实唔紧要啦，嗰句我哋学牌嘅嘢咧，就将佢抹咗佢啦。OK， 我哋系学牌唔代表系识揸车嘅，系啦，就出发。即系捉佢，捉佢，捉佢，捉佢。系，头先同个粉红 Tesla 前斗啊！你，我哋个弯位，我唔知佢想去边，同埋我都唔知道自己。其实而家咧，而家嘅道路规则咧，头先我哋系两条拎转右，但系呢度有三条拎啊嘛。而家嘅道路规则咧，系应该系你系 keep 最右先，而佢系 keep 最左先。中间呢条咧，两个车都冇优先权。就睇下邊一個搶先嘅，因為我想知咁啊，我就 send email 去運輸署度。喺我曾經有條片咧都講過呢樣嘢嘅。咁啊，以前嘅理解咧，香港係右睇啦，就大家應該 keep 右嘅。係係，即係我係右最右，因為右邊第二條先。係啦，咁啊，但係真係唔同咗嘅，其實幾多年前改？唔係改，其實呢個咧喺個道路條例上邊係冇寫明嘅。繼續食去，咁我要右一條線咯，因為之後嗰呢條線咧要轉左嘅。巴士好遙遠啊！啊，睇住前面啊！媽咪啊！媽咪，我愛你。OK 啊 ，so far 我覺得唔錯，真心講唔差喎，係啊。都未讲粗口，好，咁我哋就跟住呢条线。哇，所以呢条桥叫奥运桥，你知唔知啊？系咪有好多唔同颜色嗰条？系啊，系啊，写满晒边年有奥运噶嘛？系，但系又唔系开喺奥运嗰个地方嗰度。直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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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，让俾佢啦，系，系，即系拍，佢拍，佢又点啊？看佢啦，大佬，唉。我真的入唔系，左边有个阿婶喺度。我都中意冇镜头呢个边 ，P 6影到嘅。唔系，嗰边冇镜有嘅话，应该甩咗嘅。系啊，好，我哋而家要揾个地方停得低架车啊。咁啊，巴士想出啊，啊小巴想出，又唔打灯喎。啊、香港人个指挥灯咩嚟噶 ？option 嚟噶，冇钱配啊！呢个 BMW 小巴呢个系都唔单止系 BMW， 我都知道喺外国成日都有呢个说话。呢个系 meme 系啊 ，meme 系啊 ，BMW 嘅嘅指挥灯系 option 嚟嘅，系啊，要加钱先有，佢哋冇加到。其实我唔明点解唔打灯嘅，其实方便咯，或者唔记得咯？点会记得噶？一个水壶都要噶啦。OK 啦吓，都系嗰句吓，唔差嘅，咁啊揸多啲就得噶啦。其实而家呢个中数呢个 busing 系入得嘅，其实不过就是但啦，就可以转左嘅。而家转 keep 到左就左啦，因为喺呢个位置转入去。哦，见到 OK 啊 ，Jesse 车头短啊，扭出去啊，够过有余啊，顺路啊。再转咗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咁我哋咧就真系揾翻两个行停嘅停低咯。呢度转左啊，喂，有冇做埋安全岛都啊 ？OK 啦，妈咪啊，呢度入去，呢度上去之后转翻右出翻呢度。唔系，你见到前面有个雪糕桶，唔系转右转右呢度，系啊，再过啲的转右，我哋出翻去。咦，我系啦，咁啊睇清楚冇啦，未啊？我只脚踩到个鼻，好好好，你扭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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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停，咁之后后波去到最后，后波我咪想打灯，系啱，有啱啱，系啦，你向后啊，向后啊，向后啊，系啦，第二条线就好停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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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后波 cam 都可以拍成咁样样。九二的对吧？哎呀，飞！那个成功了，你拿的。OK 了。对吧？对吧 ？OK 了。
你經歷咗啲不為人知嘅嘢喎。你想唔想上佢先行個圈啊？唔想，睇完你。咦？點解你唔飲嘅？我唔使啊，係啊，一去廁所我啫。哦，你仲擔心你仲要去邊度啊？喂，我仲要去，就跟你上飛鵝山啊。哦 ，OK。你哋兩個上飛鵝山，都係十五分鐘咁樣喎。哦 ，take a break 咯 ，take a break 咯，真係。十五分鐘可以下一個圈噶啦噃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。聽上翻嚟，驚魂未定，做唔到嘢。真係，呆咗佢。都 OK 噶，都係嗰句。比我想象中好嘅。你想象啲咩咁你？我想象。我想知道你想象緊啲咩。我想應該係嗰啲。嗱，最差嘅唔係，如果係要揸棍波嘅話，你一定會咁樣。嗯，咁啊係，你唔使棍波啊嘛。係呢個唔使，係咯，咁你咪唔會錯。呢部車係冇波啊！呢部車係，我呢個係，呢部係 CVT 嚟。CVT 咁冇啦，咁啊，所以佢好彩。好奇怪，我哋係咪透露咗佢邊度翻工？邊人？我哋打翻個格仔，好似認唔到打翻個格仔，係而家呢刻先會打翻個格仔，先打翻個格仔。打架真系打个地方，我身上打系冇错，打佢个样咯。打架仔啊，呢个唔知边个嚟嘅呢个，千祈唔好喺呢度揾佢。咁冇所谓噶，有女 fans 喺下边，之后翻去又要跪玻璃嘅，跪榴莲，都系男嘅咧，跪多两钱重啊！哦，烟幕最惊险，你觉得喺边度咧？入嚟嗰阵喺嗰个位置，就有一部即系推水嗰啲咁嘅 trolley 啦。哦 ，OK， 之後咧吹水 trolley 啦架車啦，我忍唔住搶睇，有邊有個人喺度啊嘛，因為我覺得你冇事做，但係真係上 highway 啊入隧道嗰啲 OK 嘅，我覺得 OK 咯 ，OK， 請俾分。其實 highway OK 嘅，即係都係有例牌有啲新手嘅問題就係挨咗一邊線，挨自己嗰邊線，即係開始一眼觀七啊。cut 線預位啊，唔好 cut 線嗰下反而收慢咗咁樣嗰啲咧。啊，呢個我有嘅，呢個佢有啊，佢有。呢個我有嘅，我應該你有啊，你有啊，你有啊，你有啊。cut 線收慢呢樣嘢係考牌先做嘅啫。点啊，老板吓，而家238,000啫，吓，呢部 RS 版嚟嘅呢一部，有 Sport Mode 嘅，其实真系顶级，即系如果系顶配版嚟。但系咧，而家呢一部车出咗呢一个 RS 版之后咧，香港嘅代理就唔入普通版啦，吓，即系而家全部嘅 Jazz 都系 RS 嚟嘅，牺牲咗少少嘢就个 engine 个马力高咗唔知几匹咁样样，同埋多咗个 Sport Mode， 冇啦。系啊，等啲同埋好似多咗啲黃線咯。啊，係呢啲快好多，有啲但係慳油到爆呢個嘢。你睇下個 range， 五呢幾100 km 喎。見到好多儲物空間嘅，睇下前面。喂，幾識 sell 喎？係啊，先生你一定平時係好錫老婆啦，竟然一上車就上副駕先啊！梗係睇下佢坐成點樣啦。OK 嘅，我覺得夠闊同埋。系面板，我覺得我中意嘅。係好闊咯，其實你對腳其實係好多位俾你喐咯。即係揸得好唔好，你自己知啦。我嗱，你坐一坐下司機位啊？唔使啊，我飲埋杯嘢。驚嚟緊係嘛？我哋應該可唔可以試一個圈咁樣嗰啲啊？蛇王毛就走啦。唔係認真，我覺得呢個 Jazz 本身就係即係我新手車，其實咁呢個價你知啦，咁可能你會覺得唔使講太多説話。O K， 呢段唔入得去你，呢段唔入得去你。而家仲可以又問下幾多錢？問下攞幾多車嚟？我哋真係出車玩下啫。好，嚟啊！法拉利，法拉利攞唔到，冇咁樣。法拉利問 Bad Boy 咯。嗯，嗰啲咧你唔敢周圍玩嗰啲。嚟，你問。唔係。大出仲有 Bentley 我夠啦！我帶你入邊啲屋企啊！你個 storyline 係咪今晚去食飯啊？仲係？係。喂喂喂！食飯見，拜拜。拜。你有冇聽過咧 ？Jazz 咧喺香港有個朵嘅，嗯，叫做拉里爵。即係點？好似據聞咧，就其實我都唔係好肯定啊。咁啊，據聞咧就係以前有幾搞笑嘅事件發生過。據聞就有人咧就攞架 Jazz 嚟挑部法拉利機，挑贏啦，咁唔係挑贏咗啦。Okay. 但係即係 Jazz 出到而家呢一代咧，就一直都係新手車嚟，屋企車新手車咯。我自己身邊好多 friend 咧，啱啱又考完牌都買部 Jazz。點解 Nissan 有部車叫 Note 啫？
系系啊，咁啊，即系嗰部咧就系、是，因为其实每一个牌子都有一部好咁嘅 hatchback 嘅车仔。上一代嘅话咧 ，Note 就系薯仔啲嘅，但系 GS 就好型嘅。但系今代咧就真系完全调翻转 ，Note 咧就好鬼靓仔嘅。呢一代就你讲呢个 GS 系呢一代就有啲人就会觉得佢薯啲咯。我唔会话特别薯，薯啲嘅意思系差定系即系个样钝少少，冇咁恶。哦，系啦，喂，咁佢系佢个样系几普通嘅。我之前我讲佢好似又唔知系咪想近翻啲电车样啊？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乜嘢？就所有嘢就冇，即系上一代咧就多啲棱角嘅，呢一代咧就圆滑一啲啊，都讲嘢都要讲得圆滑啲。但系呢个 RS。其实 ROS 咧唔系保时捷嗰个 ROS 啊，Honda 嘅 ROS，Honda ROS 咧，我唔记得个全名系乜嘢，摆翻呢度。咁其实系讲紧系for highway 用嘅 ，long range 咁嘅意思嘅啫。Okay，road sailing 系啊 ，road sailing literally 就系长距行。长距啊，系啊，喺 Honda 嘅世界吓 ，sport 咧就只系得一种一个字嘅啫，就系 R。但其实咧，即系如果以代步计咧，其实 Jesse 真系永远都冇投诉。即系我唔知道，始终呢代啱啱出啦，出咗2021年出到而家啦。咁啊，但系以前嘅 Jesse 咧，真系唔系点玩嘅嘛，成日都话。进错咗？咦？诶？去错地方啊？你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听唔听到啊？佢有转波声嘅，咪就系头先阿符讲嗰个咯。哦，系喎，系喎，系喎，扶杆就系喎，转系全引擎，转咗个齿轮嗰个，系啊，即系会闩电引擎嗰下咯。哦，系啊，佢呢个系摆明系取悦用家嘅喎呢一下动作。嗱，我哋咧，其实佢仲有得教呢个 sport mode 嘅。我头先又冇用。咁啊，哇，镜头系 active 啲嘅，系 active 啲嘅。喂，好搞笑啊！头先佢嗰个声。你谂喂 CVT 有得转波咧，我感觉好搞笑喎。其实佢系有 pedal shift 嘅，咁啊在一路 CVT 冇波噶嘛，大佬。咁你又点解装个 pedal shift 咧？就因为个 pedal shift 系控制佢个 regen 个电啊。如果我哋想将佢再插电插多啲咧，就喺呢一度。咁架车咧就会俾佢 jet 住咗咁样样啦，拖慢咗咁样。咁啊，如果想佢唔插电啦，咁我哋就去翻右手。咁啊，呢个。意義唔大喎，試下先，少少咯，即係好似有少少 engine brake 嘅感覺嘅，因為佢 regen 啊嘛，咁就要取翻佢個動力攞嚟插電啊嘛。咁但係呢個又唔係太好，我就覺得，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如果揸開有 pedal shift 嘅車咧，上車咧我哋都會想落波，攞落波咁樣咪仲拖慢咗喎喂。唔係咁，但係相信你如果係揸得呢格嘅話咧。你都就都唔會咁樣做噶啦，香港都好多人揸部 Jazz 揸得好快噶。咁唔係個個都想挑拉嚟噶嘛？有冇聲咧？佢都有啲聲俾你聽。但係呢個雖然呢個係有聲音冇畫面啦，我哋就感受一次佢會轉波，而家55。哎，係80啊！80，OK。真的有是挺明显的。啊这个 Hybrid 都有趣的这个 Hybrid 都。但是这个你今次有这个事情。我可以研究一下四号不好的时候我没人试试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挺讨好车主的。是但是你80的话你每日车城市车你很少机会的。特别是香港。80喎怎么会没机会啊不是那有时人。即系你有冇睇睇先我？另计咁唔系咁呢个都系咁佢个 range 好咧，都系个推动力俾你踩准啲嘅，相信。暂时冇嘢。哥哥。唔该阿飞。唔该。唔该。唔系夹俾我嘅咩？咩啊？唔系夹俾我嘅咩？有乜呆咗啫？做咩啫？我系咪要啊？你咪要，你咪要，你咪系咯？三大嚿嘅呢个，系啊系啊，石膏。唔该。成交。Thank you。够唔够充咩？唔使啦，多谢。啊！我俾人。
被逼的，我不想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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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